计划，明星家族大对抗，抢救人质。小虎队，小帅虎就是吴奇隆，对不对？蝙蝠是一种鸟类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对，你好，要捡哪一个？猴王，王要指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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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新内容，轰动登场！嘿，棒棒棒棒，老虎气势冲！棒棒棒棒棒棒，气势冲！棒棒棒棒，老虎气势冲！棒棒老虎气势冲！欢迎收看《棒打老虎气势冲》。超强计划，明星家族大对抗。两位明星跟他们的家人将在节目中进行前所未见的激烈竞赛，经过重重考验，互相较劲，获胜的一队将有机会赢得巨额奖金以及观众的崇拜。这是一场金钱与荣耀的争夺战，哪一个家族能够胜出，成为今天最大的赢家呢？明星家族大对抗 ，Let's go！正上一站出来，观众朋友就知道犀利了啊！对啊，我们节目呢越做是越来越好，太好了，形态改变了，这个厉害。我们现在是邀请到两组的明星家庭，哎，温馨来到节目里面来比赛，对抗上。今天这两组人马，先来欢迎我们薛志成。大家好，恭喜你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又结婚了，快生了！我们这一边是什么叫又结婚？他说他说又结婚，没什么。你这讲什么话？人家又结婚，你这我是接到帖子才知道他离婚了。这个。希望是最后一次结婚，不仅又结婚，还又要生小孩了，恭喜恭喜！还有我们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林国林小姐，大家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丁妈妈了，丁妈妈没有，孩子已经快一岁了，对，初一就一岁。那你本身今天也带来你的家庭成员，对，有帅哥有美女，不会来了2266的吧？不会是吧？真的吗？直接欢迎他们了，一起来欢迎丁国林以及他的家人。带我乖了啊！对呀，嘿，我今天才知道纳豆是你家人呢。不是，今天请纳豆，请了纳豆，我在楼了。纳豆对了，哦，那这位应该是你的。我们大家猜一下，大家猜一下了。来，你觉得？我猜他是你那个你妈妈的你姑姑的儿子，试一下看。哦，外甥啊，外甥，外甥，Kevin，外甥就外甥，还 Kevin。三只都是我们的外甥女，对不对？就那么简单了，哎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来，是吗？看一下，好，哎，外甥女嘛，外甥嘛，对啊，三个都是唐智雅，还有那个这个是林玉书表哥的女儿。我觉得你的这个家庭生活感觉不是很美满，怎么说呢？你想说有三代同堂？对啊，你这个完全都是平辈的，你这个小你一辈，怎么会平辈？基本上今天的比赛真的不公平，为什么？怎么不公平呢？哎，规定只能带四个家人，他一次带五个。哪里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没有看到人，你就知道。我要看到他老婆啊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怀朵的也算就对了。对啊。哎呦，是念孕啊。你违规。那这怎么说嘞？对不对？你违规。哦，没有，他带酒走，反而对呀，你反正不方便了。那请他们出来，好，一起来欢迎我们薛志成家族。哇，哎呦，全霸，还有
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人家带来这个家庭，这才是体面，对不对？传开二二六六，没有一个大家认识的。对啊，这种全家福都感受最棒。我们来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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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右边，最旁边那个，最右边那个老人有没有那个？我知道他开计程车。不是，不要乱猜。关系的，还有关洛伊。关系，不要乱猜，他应该是他的外甥吧？人家这个没有头发，看不出来吗？还在当兵呢，真的吗？还在当兵，还好，对对对。你们偷偷猜错了，体力很好，他是我们家大厦管理员。大厦，卖没够啊，人家钱德门啦，对不对？钱爸你好，那旁边对不对？小钟还不赶快过去，宝妈，宝妈。Say hello 一下，妈咪，妈咪，来来来，麦克风啊，对，想听听你的声音嘛。对。嗨，大家好。哎呦，好可爱，长得真美。我跟你讲，不只是新妈，她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艺人呐。真的吗？我们的前辈啊，搞清楚啊，再来是妹妹嘛，对，妹妹，漂亮，我对嘛，对，漂亮，这对对对对，是妹妹吗？那这当然是老婆了啊，这老婆吧，陈平小姐，掌声欢迎。这么好猜哦？对呀，那名牌就不用贴了，不用撕了，不用贴了，怎么样？宪哥，我要抗议啦！刚在后面，你看他们每一个都是健康的美，美少男、美少女，这边是那种老少残缺。我跟你讲，行动不便的老人家、孕妇，哪有？我要抗议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哦哦哦，你让人家知道他们家看今天的盾位都那么大，什么？哪里大了？讲清楚。今天不是来比这个体力的，一样靠脑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呀。好，那双方面现在准备好了啊。好，我们看这边呢是三代同堂，让我们看到和乐融融的样子。那这边丁国林呢是属于一盘散沙，几个年轻人出来冲场面而已。对对，到底哪一边会获胜，还在未定之天。马上进入咱们的讲究人质哟，人类巨高的本能挑战。180公分，不可思议的巨高黄金点，智慧和速度是抢救亲人的重要关键，抢救人质行动火速展开。抢救人质了，那这边呢？抢救人质，我们这个丁国林这边是我们马国碧，还有丁国林本身。哎呦，上啊上啊上啊！我们要觉得头皮在发麻。上升。哎呀，好，我们这边是我们陈平的妹妹啊，陈威，陈威，还有我们小钟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小钟终于有机会让你们相处了啊！好高。好，哦，就管了。陈威，小心哦，小心小钟哦。好，现在马上两队要出来前面抢答了。好嘞，请问，台湾第一个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是陈金峰，对不对？赶快抢！不是，赶快抢！等一下，你们两位，你们真的没有抢答的感觉，真的让我是抢的，真的让人家看到中国人真是礼义之邦。对啊，先抢这个差，抢不动之后他抢走，你才慢慢把这个拿去拿走。这虚晃一下，你要第一时间就要抢过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头晕了啦，我们已经头晕了，还没睡。等一下，他固定一样，固定一下，固定一下。好恐怖。各位，陈金峰是第一个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对？不对，应该是曹景辉吧？曹景辉，哎呦，那你为什么觉得是陈金峰？因为我很想看小钟跟妹妹掉下来的感觉。我告诉你，你越想的，我就越不能让你如愿。恭喜答对了。好了，请检一道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好恐怖哦！注意安全，对啊，来，扶边条，这个吗？不要剪到我的脚啊！真的吗？哎，我跟你说。这比较胖啊，先剪胖子的这边，他比较会掉下去。我比较想看女人往前倾的姿势。来 ，OK 了啊，就这个，注意安全哦，注意安全哦。1、2、1、2，哎呦，没事。你看胖子往这边踢有没有？哦，来来，好，没关系，不尴尬，不尴尬。好，再来是我们陈平对上外甥女唐志瑜。好，来来来，两位请准备，准备好。风靡一时的偶像团体小虎队。小帅虎就是吴奇隆，对不对？陈平太强了，你就随便抢一个啊，搞不好是对的。
小帅不是那个陈志鹏，恭喜答对了，好，再剪一刀，来，请准备。好，你帮他剪，他不要动，动那个刀子。要剪哪一刀？先跟我们讲一下。等下剪旁边。剪完之后要收，不然他会掉下来。剪旁边这边这个，这个对对对对对对，让他那个重量不平衡。哦。好，各位来第三位，注意哦！老师，你不要乱动啊！哎，你的姿势很丑哎！各位，丁柏林，这个时候不是你不要乱动，而是你不要转身，好吗？慢姿势，注意哦！靠着超音波回声定位飞翔的是蝙蝠，它是一种鸟类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好，也好，对，也好，给掉，给掉，妈妈这种心态，对，啊，无鱼黑毛，也好，一只一只，蝙蝠是鸟类，你觉得不对？应该不是吧？蝙蝠会不会飞？会啊。那它不是鸟类，是什么类？嗯，哦，是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鸟类。是鸟类，你要抢错了。那要不要跟他换？不要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可以换了，可以换了，好，可以换了。哦，你这鸟，你这个鸟类还敢在那里讲什么话？已经关在鸟笼了。恭喜，蝙蝠是哺乳类。一刀一刀，对战获胜了，好，恭喜啦！好，准备。好，剪完要收剪刀哦，剪快一点。好。对，你看左边的画面，男女复合背靠背，北风，小钟你像什么？小钟你在干嘛？对嘛？对，我要保护他，是他关系，他关掉，请他把他挤下去了，去了啦。好，题目来了啊，各位，中国历代唯一的女皇帝是武则天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武则天吗？对，那所以你怎么没抢到嘞？对不对？恭喜答对了！前霸厉害。好嘞，再来一刀。认真挑战，注意哦，看掉下来哦，剪完就要跑了，前霸。强权的美国，他们的第一任总统是华戈尔，对不对？全智正，你在往谁啊？不管是不是谁，但是绝对不是华戈尔嘛。对，恭喜答对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剪一刀，剪一刀，右边，右边的，小钟剪完就跑。主人嘛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看他孕妇哦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很厉害，所以你不能再龟毛，啪一声就抢了，对不对？这跟金钟奖一样，用抢的就来了嘛。金钟奖什么公平？用抢的就有了。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。好好，对，都别那么气了。过了，只是我们该拿的没拿，抢来嘛。不要这样，你要抢，你试一次，预备，起。哎，对，啊，我知道问题了，是手太短了啦。哎，就那对了，就那哎，杰哥，还能你的出美地方？哎，你手伸过来，我看一下，预备，起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找人家来家里打麻将，桌子那么大，他抓个牌都难。对啊，就是说，注意，各位，俗称小明的蟑螂，只会前进不会后退，对不对？啊，随便想一题啊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？我听不太懂，什么叫小明的蟑螂？
俗称小明的蟑螂啊，是小蟑螂叫小明吗？是啊，只会前进不会后退。可是宪哥有问题，怎么样？蟑螂应该叫小强吧？小强不是、啊，那上面写小明就小明了，小明就小明，无所谓啊。小强或小明这个很重要吗？是不太重要，应该是叫小强，因为他有个歌就是小强不要死。对呀，现在蟑螂会飞呀。哎，但是他会后退吗？你还搞不好你是对的，对哦，搞不好，搞不好，你认为蟑螂不会后退，为什么？不会走退路，因为我聪明。我跟你讲，蟑螂不只会后退啊，后退还有音乐，真的吗？我不想。哒哒哒你呢？喂，莫拉不是真聊了，不是的。还有哒哒哒你呢？滴哒哒哒哒哒哒你呢？对，那是摩托车唱的。恭喜，答对，不会后退。腰力都很好，加油加油，好厉害。下一道题目来了，来了，我的感觉是应该再一枪就要挂了，两边都一样，有人要掉了，有人要掉了，可位加油加油。超人气天团，五月天，哦，好，妈妈，五月天你输了，完蛋了，妈妈，他是宣传啊，五月天哪厉害，五月天，你说信乐团搞不好妈妈还比较熟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掉下来了！好好好，五月天的成员是阿信、冠佑、馒头、玛莎、怪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太慢！妈妈你好厉害，你怎么抢这么快？阿信，因为里面有陷阱，哪里？所以我很小心。是吗？哪一个陷阱？有什么问题呢？阿信、冠佑、馒头、玛莎、怪兽，为什么不对呢？我感觉反正有一个名字是我没有印象。女人的第六感就对了。对，哎，你应该阿莎的一点抢过来之后，有哪里不对？你管我，我就说他不对，怎样？哦，来来来，镜头补一下镜头来。你管我，我说都是就这样。对，因为有石头没有馒头东西。哦，来再一枪。哦，来来来，小心。剪完就跑，要讲一下，讲一下，真讲。你要剪哪一根？先让他们心理准备。这个。丁国林，你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超人气天团五月天那一题问过了，快点！一般人最常当宵夜吃的泡面，泡面哦，哦，是台湾人发明的，对吗？那个前爸为什么不要这个？你要换吗？不是，我怕他掉下来。哦，好好好，是吗？错的，错，日本人发明的，打这一点，日本人发明，日本人发明的是，恭喜答错啦，发明的没错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你看这个靠运气，两个人拼命抢，看错了，就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，发明人好像最近才刚过往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像是日清实业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台湾人发明泡面，好厉害，来处理，他怎么了？马国斌在干嘛啦？马国斌。这是什么画面？哎，你好像一个忍者龟哦，马国斌，你好像忍者龟，你快跳下，你跳下来了。好，恭喜我们薛志正队得一分。好，厉害了。那么抢救人质呢，是我们这边获胜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大头王。两个明星家族成员三对三捉对厮杀。
在自己家族成员的言语指引之下，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蒙眼击中前方10公尺处的大罗，就能够为家族争取胜利的荣耀。这对于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方向感将是相当大的考验。掌声！真的是太厉害，这个薛志正这边暂时领先，所以现在准备好了啊！好，敲大锣，请准备大头王派出第一位是哪位？第一位，我们薛哥，薛志正先生，来，但是我们那个嫂子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打到嫂子哦，好吧？那其他人的干扰的干扰，指路的指路，来，旁边帮他转一下，我来帮，来，薛哥转一下，转几圈，各位，薛哥转三圈啊，来。请转圈 ，Go， 一圈，太快了，两圈，三圈，好，计时开始，棒打老虎鸡之虫 ，Pack Two。来，敲到手了，好痛，敲到手了，好，有没有受伤？第一位得分了，哈，好，来这边派出来一位，好，第一位是我们丁国林，丁国林小姐，国林小姐，来，请到这里来，预备，请旋转开始。等一下，他的棒子没拿，哎，小姐，你棒子没拿了，我棒子呢？没拿，怎么打？再重来一次，他直接用他用头去敲就好了，来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，转，预备，开始 ，Go！ 问题在这里有没有？转三圈转完你就开始再打了，转完就直接在那里啊。那转完之后你要往前跑嘛？对啊，好吧。我不知道前面在哪里。我拿出来一次。没有，前吧，没有线。难怪感情会受挫折。对。恭喜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有我们这好朋友在，你怕什么？对，当然有宪哥在，怕什么？你如果需要的话，我特别为你办一个婚礼，好不好？你慢走。薛志正这边在派出位啊，前霸上场，前霸可以吗？绕三圈，预备开始，不是前霸要你站好，哎呦，先带好，来原地转三圈，预备起，好三圈开始，两圈，预备开始，够计时开始，直走。往右转，
前往往右边指指左边指。